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？马天波和我一样，当年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，报考了黄埔军校。我们俩是那一期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也是关系最好的朋友。后来我和马天牧一起投身北伐，又成了并肩杀敌的好战友。我们一路北上，打下了南昌，又向东向北转战福建、上海。已经死在战场上了。